你可以吗？我 OK。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太极门一二一九事件平反第14周年全面开讲。12月是一个充满温暖的月份，每年到了年中，因为感恩在今年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平安过完这一年，所以大家也都说12月是感恩月。但在这个感恩的月份，却是太极门师徒一个心中永远的痛，因为在民国85年12月19日，发生了一桩惊悚的太极门假案。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惊悚的真相。这是2017年台北世大运开幕式上的序场表演，武术阵法气势磅礴，震撼力十足。负责演出的是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他们是一个师徒传承的古老气功武术修行门派，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老有少。除了平时练气功修身修心，也致力于发扬止戈扬善的武术精神和文化。多年来，他们自掏腰包已经参与过3000多场的国内外文化展演，走遍5大洲上百个国家，包括国内的国庆演出，还有2000年的雪梨奥运都曾出现过他们的身影。不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却在20多年前因为莫须有的指控和起诉，让师徒数万人蒙冤，受社会的误解。即使10年之后，司法的3审已经证明了清白，但直到现在，太极门却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公道正义。这是一段司法滥权、行政渎职的人权迫害黑暗史。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您揭开您应该知道的真相。我一直觉得那一年的天空是灰色的。在门口看到有警察，然后荷枪实弹。第二天，就接二连三听了好多师兄，好几个师兄姐，他家里被搜。那个时候我才5岁。对我来讲，就是好几年的梦魇。师父回头看我一下，我们看，这死人教会，我还把事儿闹出来。他批判我们是邪恶的团体，我也都觉得我来这里反而是面对一个邪恶的国家体制。太极门弟子拜师，入门学得好功夫，改善身心状况，但却遭到违法滥权的官员、公权力的迫害，失灵的救济制度，更揭开了一件件司法滥权、行政渎职的人权迫害黑暗史。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Jenny 对政府的呼吁。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年轻时因滑倒，从楼梯摔落，伤及脊椎和骨盆，加上工作必须久坐，导致长期腰酸，肩颈僵硬，酸麻难忍。看遍中西医，学过各种养生运动，仍未见好转，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84年，入门练功之后，渐渐的，肩颈僵硬、酸麻和腰酸等数值均获得大幅改善，让我重新获得健康，摆脱10-20年的痛苦。在太极门，师父除了传授气功之外，更教导弟子要学好戒坏、修改脾气，以及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因此，也修改了自己许多不良习气，人际关系也变好了。除此之外，每次到道馆练功，看到每位师兄姐欢愉的笑脸，
和亲切的问候，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常沉浸在这快乐时光。但是这么棒的好所在，自从1985年12月19日侯宽仁检察官指控师父涉嫌宗教诈财，并利用电视及平面媒体大篇幅报道抹黑，甚至指控师父养小鬼等莫须有的罪名，把太极门师徒妖魔化，很多师兄姐因此受到同事朋友异样眼光，甚至因为家人误解被迫离开，内心感到非常难过。太极门案件历经法院10年3个月的审理，终于在1996年7月13日三审判决确定无罪，无欠税，认定净失礼为赠与，无任何课税问题。可是前中区国税局长陈和发却说，法院判的不算啦，并继续开出违法税单。台北国税局明知掌门人夫妇全部财产遭检察官违法扣押冻结，且该局于1987年5月9日对掌门人夫人之财产亦已实施禁止处分，租税保全显然无虞，竟于1992年7月15日将85年度综合所得税案件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行政执行处，现更名为台北分署，违法强制执行。国税局未达执行目的，更蓄意于延缓执行期限尚未到期之前，在局长张盛和签合后，提前于10月20日发函台北行政执行处，要求继续强制执行，且变造发函日期，伪造公文书，将10月20日的发文日期涂改稻田为10月15日，即法院解冻资产日，以掩饰其知悉法院已解冻资产之事实。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存款及股票被盗领一空。台北行政执行处1992年11月6日才将已执行完毕之命令送达当事人，剥夺当事人声明异议之权利。1994年于行政法院拆穿其涂改发文日期涉嫌伪造文书后，台北国税局才将遭违法执行金额，违法以民实不符与法律规定不合之退税之名义返还当事人，却拒绝返还积欠之利息，连同其违法倒卖股票所产生的损失难以计算，以机会成本计算高达3000多万，及违法强征银行存款等，台北国税局至今均未归还。中区国税局则应将应退税金额违法抵缴、违法强征银行存款，加上前述两种金额之应返还利息，总共积欠太极门掌门人336万余元，仍未归还。太极门是古传气功武术修行门派，长期以来师徒为推动爱与和平的理念，弘扬传统国粹文化。从1999年由太极门师徒1200人组成的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分成5架班机赴美参加西雅图海洋火炬大游行50周年庆典活动起，到109年为止，太极门掌门人带领弟子走遍5大洲、101个国家，缔造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奇迹。在国内，双十国庆10次受邀，有8次参与，并参加106年世大运开幕式，所到之处充满了爱、活力、快乐
让中外人士赞誉有加。多年来，一府五院都非常肯定太极门对文化的贡献，衷心期盼政府能尽速解决太极门假案，还给太极门师徒人权与信仰自由，归还违法强行拍卖、收归国有的太极门苗栗修行圣地。谢谢大家。谢谢接力的分享。多年来，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带领弟子，本于良心、爱与和平，推展爱与和平，呼吁全球各界领袖团结合作，护卫地球，永续发展。让我们来听听台湾历任总统、院长、部长对太极门的肯定。太极门为气功武术修行门派，以弘扬国粹文化、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为宗旨，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将文化精髓传承至今。练气养生是太极门弟子修行的方式之一，透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推展良心、爱与和平的理念。长期以来，太极门从无对外募款，也未曾接受捐款，师徒同心，自立自费弘扬国粹文化，济世助人，至今已参与国内外100多国超过3000场公益文化展演，深获国内外各界尊崇与赞扬。贵会成立35年来，秉持尽忠、尽孝、爱国家、爱社会的宗旨，集合同好，致力延续国术，发扬武德，对传承固有文化，树立良好社会的风气，贡献卓著成果，令人敬佩。太极门是古老气功武术门派，师徒代代相传，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弟子们个个都精神饱满，身心健康。在洪掌门人的引导之下，除了修心养性之外，更秉持兼善天下的精神，济世助人，并透过国际文化交流，推展世界之爱，让爱与和平的理念传遍全世界大洲。那边还要借此机会，再次代表政府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和感谢之意，感谢大家长久以来为国家、为社会所做的努力跟贡献。每一次看到太极门，就看到活力，看到温馨，看到爱。我们非常敬佩洪道子博士这一种别天悯人的情怀，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太极门都能够秉持这一个原则，让台湾站出去，让世界走进来。太极门更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积极走向世界，为台湾做国民外交，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未来我也希望太极门在洪掌门人带领之下，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来打拼，发挥我们良善的影响力，让台湾不断的进步发展，让世界更看到台湾。太极门弟子走过无数次的税务行政救济，但是违法官员还是强行拍卖了太极门的修行道场预定地，并且强行收归国有。让我们来听听 David 洛哥怎么说。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名退休人士，因长期工作压力导致多种慢性疾病缠身，85年间因缘际会拜师，近日太极门练气调养身心，大约经过半年的期间，不定期发作的荨麻疹、胃发炎以及严重的痔疮都获得改善。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告诉我们，练气功要练阴阳平衡、身心平衡，练气之人所重五德，除了强身健体之外，养心养性很重要，要常自省，修改脾气，渐渐的耳濡目染，遇到事情也较能沉住气而不再火爆。然而这么一个帮助国家人民身心健康的地方，竟遭受违法官员的税暴力对待。太极门1219的案件历经法院10年3个月的审理，于96年7月13日三审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欠税，并认定禁私礼为正义，无任何课税的问题。可是国税局的官员竟然说法院判的不算，违法税单还是一张一张的继续开。经过太极门20多年来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的奔走，国税局终于在民国108年底将80年、82到85年度综合所得税与禁私礼相关课税处分更正为零，却独留81年度课税处分强制执行。在上开强制执行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分别于去年5月及7月两度发函中基国税局，并附之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表示81年度的相关课税处分有之前未及审定之新事实、新事证，请中期国税局依80年、82到85年度综合所得税更正为零之同一标准处理，并依税金稽征法第40条撤回执行。然中期国税局仍于去年8月联手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将81年度综所税强制执行拍卖太极门掌门人位于苗栗修行圣地，并收归国有。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成立55年以来都没有税的问题，弟子正以禁私礼的行为应该是持续一致的，为什么独留81年度有税的问题呢？只有81年度被国税局认为是补习班，那其他54年度的都不是补习班，国税局自意认定违反禁反言、行政一致性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违反宪法平等原则，依法应予撤销。98年监察院调查意见详列国税局与太极门税案之稽征有未尽复实调查核定之责，未依职权积极厘清案官所得性质何有明显怠失，未尽对纳税义务人有利不利部分均应予注意的责任等7大重大违法予以纠正。国税局亦向监委钱林慧君表示他们弄错了，既然弄错就应主动依法撤销。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未完成所有土地建界及违法强制拍卖，且在二拍流标之后立即由国税局作价承受并收归国有，国税局及执行署无视法院判决及函文，且明显违反行政程序违法拍卖，致应立即依法撤销。我国税法系统科技化、数位化以及人性化，人人称道，为税务人员的行政裁量权竟然超越司法审判权，应切期盼政府落实国际两公约，重视赋税人权，严惩违法官员，尽速平反太极门假案，将国税局违法拍卖收归国有之土地归还。谢谢大家。小英总统，还记得你在第14任总统就职演说中
清楚说了，为年轻人改造更好的国家，给百姓社会安全、司法改革，给人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台湾社会能终止违法错误对人民的迫害，让国家没有滥权检察官与恐龙法官。这番宣誓让我对你心存非常大的期许。太极门假案是司法、税法与人权迫害的指标案件。我想你也注意到了，太极门假案是在民国85年，政府假借宗教扫黑之名行政治迫害所刻意制造出来的假案，经历了25年沉冤未雪，案件已在民国9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无罪、无欠税，已还给太极门师徒清白，国税局也已将在82到85年重所税与净失礼相关之课税处分更正为零，唯独留下81年度重所税案。可笑的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对于94年5月针对同一事件市政案件，竟作出不同年度割裂判决，唯独81年重所税败诉，真的是匪夷所思。一颗苹果切成6片，怎么可能其中一片变成8呢？更可恶的是，去年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修行圣地，抢夺民产，违法收归国有，真的是叫人民无语问苍天啊！国税局仅凭检察官不实起诉书，违法课税并重罚，掌门人夫妇共29次函询国税局，其所称32亿余元补习班学费之法理证据为何？国税局均未明确答复，违反行政程序法第5条行政行为应明确性原则。国税局自始有未依职责查明所得性质，更无依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一尽举证的责任，所以开出之税单自属违法。甚至国税局在太极门案件中，依所得税法第83条之一啊，采用间接证明所得查核法推计课税，却没有报经财政部核准，违反了法定程序要件。财政部户税署前副署长许春安在其任内曾于98年11月24日公开表示，国税局未报经财政部核准不能补证，可课期间已经过期了，不能补就要认输，因此该税单应自始无效，依法应予撤销。总统，请你出来主持正义，平反太极门的假案，让人民能够过着不受司法、税法迫害的幸福日子。谢谢。经过我们法院三审的定验以后，我们详细的论述起诉书哪里不可采，税捐单位如果以这个起诉书来作为课税的根据，我觉得是匪夷所思。只要他还的不算数，还的不算数，依法要撤销违法。
贺岁的节日，你们都不理，哎，破你们很大呢。法院不管，监察院不管，哎，我们立法院也不管，哦，你们最大。谢谢 David 洛哥语重心长的呼吁，透过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在台湾人民正面临的法税灾难。台湾已签署联合国宪章，政府就有义务给予所有人民，包含太极门师徒，有效的救济和解决平反夹案的权利。太极门师徒人权受到迫害的案件绝不是个案，一个上万人的修行团体遭遇国家少数违法官员的迫害，长达25年，历年来不断以各种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至今仍求救无门。让我们一同关注台湾的法税制度，一起监督政府。当官员的良心被唤醒，人民安居乐业，才有真正被落实的一天。太极门案，其根源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迫害，市里法理俱明，行政机关应撤销违法税单，把违法拍卖、收归国有的苗栗修行圣地归还给太极门师徒。25年前造的恶业，不应再将错就错，否则将会危害国家法治，动摇国家根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记得持续关注与支持，为我们按赞、留言及分享哦。再会。We at Bitter Winter saw at work Taliban of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or Taliban of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gency. 25-year-long persecution of a peaceful spiritual movement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such as Taiwan. The Taijin case
is internationally exemplary. It's important. And yes, we flout it. Our voice will not be silenced until the voice of justice will speak and solve the case.